去考给我爸爷。五仙，五爸爷，你喊名较紧啦！老仔迄个日日有才调，赚一个钱，赚到五百亿。迄条子讲老仔已经赚袂着，当初我操作欧洲基金就三百亿啊，加帮即马开这计数，已经是真合理啊。就是用亲戚来计单，还佫五厘利息，还佫有加上安杰、吴君杰两条人命，所以就算加帮开一千亿。我是合理的，莫遐好笑啦！做生意有赚有了，老早已经未必起家啊，有啥物材料赚遐济啊？你讲放假哟！永兴集团加加三百亿啦，哪够遐济啊？无可能会付啦！你敢唔知啊？上面叫做精神赔偿，就是用钱来表达你的心意。我的底线五百亿。大部分也拢讲啊，伊操作的资金有三百亿，加加是加五十亿做精神赔偿，也算真大方啊。无可能，无四百五十亿，拢免讲。好，我的底线四百亿，我甲陈良信一人拨两百亿。去恁指定下口做，莫阁笑谈啦！无对啥物人我无好处。哎，小凤啊，因两个哦，阁为五十亿哦，来吵来吵去，可见哦，因无想要交保。坐大去啊，咱来等。对啊。好啊，四百亿就四百亿。哎，江峰，你今年有答应哦？我想要先把永兴集团的气势找倒转来，等咱实力有够了后，再跟黑旗集团、万海金融拼一个输赢的。我都唔相信到迄个时阵，伊无法度吐骨较济出来。真好啊！我就等你看，你要安怎替恁老爸甲事业搁重新站起啊？我会甲检察官讲，咱双方愿意和解，李湘外协调台湾喜悦的一步。你免事，你跟我开除啊！单方面开除员工，之前费是六个月，全部是七十二万。妈呢？准时回去我薪水户头。你拄仔一嘴讲加四百亿，今麦阁拄仔咧嘴笑要讨七十二万，四百亿是和解金，之前费是七十二万，一千五亿都袂当减。不要，咱行。真正是对恁输过半亿啊！你是不是应该甲我交代一下，五年前迄场恐怖的车祸真相？一直给我遐尼尊重的爸爸，就是害死我的囡仔凶手。你哪会用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对我下手这么粗残？别讲话！你给我讲清楚啊！我的囡仔是你孙的，你讲我清楚啊！你讲！春瑶，你是别去动啊，跳把解水。对，五年前一场车祸，确实是因为要替陈忠信争取时间所制造的。不过当初我根本都不知影你是我的查某囝。那是知影你就是我的心机，我要哪有可能对你做这种代志？
真正无心要害你。无心？你是迄款算盘无定好势，绝对袂出手的人。所以心内知影是咧创啥？只是你算袂到，算袂到讲，竟然有我出现尔。你一句无心，害着我这条人命，你知无？啊，是讲只有你的命才是命，别人的命都不是命。只有四万的人，才值得你一句实的，搁忏悔。你赢我，你回答我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，小妖。做长子，你是当年你嫁北郊的主干，那是恁爸，我嘛感觉对你足亏欠的。毕竟当年是我告诉恁爸去对付罗在兴，啊，那这点我绝对袂想变。我敢若希望你会当给爸妈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好不？是要弥补啊？咱敢有才调敢弥补？那不是阮哥甲罗家峰提起，我要哪有可能知影五年前的真相？那安尼，你是不是嘛怕什么？我骂我一世人？我甲杜家才知影，原来阮哥这五年来坚持独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伊要替伊心爱的罗安姐找出伊死亡的真相，要还伊一个公道，安慰伊的在天之灵。这嘛真无简单，伊总算放下伊心内挂碍。要不过咱海伊甲罗安就是一个永远的遗憾嘛。啊，那罗家峰呢？伊伫我伫主节当中，伊怪伊家己，伊无得甲罗家，我，要靠阮的囡仔保护好势。所以，伊在我的痛苦当中，才所有一切咱要来给弥补。这拢是陈忠贤甲你，恁造成的。你是我一世人买的。景玉，我袂向你激动啊。谢谢。我坐下。你敢知影？我家在拄只先生去隔壁厅找我，啊，若无我真正唔知要安怎面对阮哥甲罗家峰，因为我的亲生老爸，就是害因失去因挚爱，佮至亲的人，你叫我是要安怎有面去面对因？真是后悔吧，罗安家的死真正不是爸造成的，那是独孤那家己大主大义，不是爸意思。伊大自卑，嘛是为着要脱罪，要甲五鼎三五百来排讲法。伊即马人破失踪，我想的自清都无法度，只会当由自己为乌责备。爸嘛感觉真冤枉啊！李小姐，杜光亮这个人讲的话根本就袂信真，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。既然董事长会当顺利交保，就代表无证据会当证明董事长甲罗安杰是有关系。你袂当因为陈文瑶因单方面的讲话，就定董事长的罪了。就算阮真正陈秀是你讲安尼，也唔过，伊嘛是无得甲这件代志脱离关系。你就是帮凶！对啊，我承认，当年我是因为在上严重，才是去伤害到老家人，才用心的伤过。我嘛有心要为着当年所犯下的错误弥补，所以我已经答应要向罗家峰四百亿的赔偿金。Yeah.
一旦让罗家峰搁创立第二个用心集团，我相信不管是伫个心意还是心意，应该拢有做个到吧？你个罗家峰，我想拢已经讲好啊。今夜啊，我是得给做个敲出来。谢谢，你带我走好不好？我无多搁踮伫个遮，我嘛无血面搁等伊面对阮哥啊！我今物干的顺利会当我去，你带我走好不好？我真顺利啊！金玉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啊！多谢爸妈，不是讲伊嘛真后悔，嘛借钱也要弥补老家，你莫讲你想袂开。安尼，干那让你家己痛苦尔。我多啊，受伊万家的糟践，就是我的原罪。你还知影呢？阮哥甲罗家峰，等于是我的温情人。也唔过我亲生爸母，却甲因害甲这么凄惨，我真正无多幸运。对啊，你敢唔是要娶我？那你紧娶啊！我真正无多到底家面对这一切啊！今日吴先生，今日带我走，今晚就带我走，咱今晚已结婚啊！今晚，晴月，阿你嘛伤寡，你较冷静好吧？咱是要结婚无唔对，啊，不过袂当清清菜菜，只是登记尔。你阁花一点仔时间，哦，我赶紧来安排，等安排好势。好，我都阁等你安排啊！今日咱赶紧结婚啊！你是咧讲要我提早办婚呢？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孽？啊！我是要听阿汤的糟践，我开始咧怨恨我。当然，李小姐的婚礼袂用这样清采。爸妈，您敢愿意提早把证据交给我？咱先把证据放下，也需要时间。既然证据这么薄多，原谅咱，咱嘛无迄资格去阻挡伊追求想要过的人生，敢是？是妹啦，你都要好好对待一面啊，知无？爸妈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对待静玉的。阿哥，阿哥安怎？你是不是想要娶我？当然不是。我可袂得你即马就做我的五太太，那无你花一礼拜时间，我明仔载就开始筹备。我无得等遐尼久啊！我两天，我加加予你两天。两天？什么仪式拢无要紧，甚至无办婚礼嘛无要紧，我只要你真心对待我就好啊！这要哪行诶？好，两天就两天，两天了啊！我一定会把小姨来红地毯铺好的。我就知影，就算讲全世界反背我，至少还佫有你，会一直踮伫我的身躯边。我一世人拢做你的靠山。今日吴静玉是咧变瞎棒，明明知影吴庆贤对伊不忠，伊竟然无显摆，搁这样着急要嫁予伊，伊到底是咧想啥？